好，平常大家都很喜欢比谁长得比较高，而根据卫福部的最新调查，台湾十八岁男性平均身高变矮了，不过十八岁的女性平均身高却是变高喽。以单一年龄来比较，十八岁男性的身高，2013年到2016年平均是173.3公分，但是2017年到2020年却是平均下降到172.1公分。至于十八岁女性，她们的平均身高则是长高了1.4公分。有专家就指出，这有可能是跟女性运动的风气变得兴盛有关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